这个好了。卡丘晚安，雷坤晚安。这两天睡得很累，我也很累，但很开心你最棒了，谢谢。苏志军晚安，今天蛮早开，对吧？南飞哥晚安，杜样样晚安 ，WWW 晚安。虽然好想睡觉，但还是好想录卡。九蛋晚安，累翻了，好累，你们也辛苦了。你们有休息吗？没有哎、欸，我回到家之后都没睡，所以就现在还是有点嗨嗨的状态。今天真的天气很热，对呀、啊。头发卡卡的，你晚安，今天很累吗？好累，应该说这三天真的连续，连续的关系吧。休子晚安，今天有补习没有办法去，哎呀妈，希望下次有机会了。我还很累吼，你说什么哈提？下北晚安 ，Plus 晚安，鼻子姐晚安，好热又累，对，真的很热，工作满满。没有去到，好遗憾。但我有在看你直播，有，我有看到你限动，谢谢你。现在头发卡卡的，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那个发胶。我今天用发胶的关系，对，用发胶的那天晚上一定要洗头。哎，越来越咖啡色了。我原本还蛮喜欢我第一天的深咖啡。卢卡这几天辛苦了，谢谢阿比，你真的很棒，谢谢你你。哇哇哇哇！谢谢无聊到吐的青春会员票。你也辛苦了，连续好几天的活动。昨天的表演很棒啊，你昨天有来啊，谢谢。我现在脑袋运转好慢，大家都好可爱。发胶还没洗掉，对。吐司晚安，我也想你晚安。看一下哦，你们跳舞的舞台很热吗？跳完舞就很热，那边空调其实有开，但是就现在发色不错，对，比之前那个前咖啡好很多了。对，这个比较，我个人觉得这个深咖啡比较适合我。Eric 晚安，强哥晚安，阿叶晚安，阿叶阿伯晚安，超级疗愈，夏夏晚安，谢谢云策写的红玫瑰，谢谢阿伯的相遇，谢谢强哥的小号角，彩超晚安，明天休息没错，终于休息，新潮之夜好吃吗？还不错啦，比我们公司的春酒好吃。杜丫丫晚安，谢谢送我告白气球。米酒晚安，晴雨晚安。有一次看到 TV 现场气氛很嗨，对，真的。云南晚安，主播我喜欢你。羡慕有免费大餐吃。Derek 晚安，这几天有累。对呀、啊，真的很累。陆克晚安。小黄羊的 Vincent 晚安，先跟陆克抱歉，今天早上有点微中暑，扣没还好，没关系。想说连我都快中暑，你一定觉得更热，真的要好好休息这几天，没问题。感觉会腰酸背痛，真的，公司春酒要加油了，对呀、啊，希望明年的春酒要是好吃。有酒可以喝，可以啊，只是因为我想说，我隔天要六点要起床，所以不能喝太多，我只有喝一杯。今天怕爆了，然后我发现我喝完就头很晕，可能是因为真的太累了。晚餐晚安，秋日红晚安，表演很棒，谢谢。这两天好可爱，你们跳色的时候我那个超小，对，临时被抓走。建豪晚安，玉姐晚安。对，三天，连续三天的商演，真的累死。有些人，有一些一起生结束后，我们就是结束后直接去培训，真的很太累了。他们
熬澡这几天是不是水很少？没错，原来你还是有喝，所以才去跳射手舞。没有了，有几首歌站位在林一后面，应该是梦之路吧。这三天活动辛苦了，你很嗨。对，就红酒跟 whisky， 可是 whisky 我怕太强，所以就只喝红酒。但红酒也其实也没有到很弱。我现在声音已经不行了，谢谢你的啾啾你，我的声音。就今天签名一边讲话，因为外面的声音，那个音乐背景啊，然后隔壁摊位也有在活动啊，然后就很吵。然后我要讲跟粉丝讲话都是用喊的，会不会喝太少了才睡不着？不知道哎。那今天不能播太久，要多休息。可是下礼拜会更忙，所以也没办法。今天一定要两个小时。可是我记得我上前几天好像是播2.5小时，我记得啦。不过新潮之夜从其他做主播的画面一直看卢卡在复习，我有复习吗？好像面面比较，面面在我旁边一直念 rumor， 预算的都怎么决定春卷好不好吃？不过你这样过得很充实吧？现在觉得还蛮充实，但是前几天会觉得前几天是蛮厌世的，对，今天一直到结束。从礼拜五到今天活动结束前都是很厌世的状态，所以我才穿这种。我前一天 T 恤穿厌世，人生好累，幸福好远。我真的超久没穿这件。还是上お疲れ様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ちゃんと見つけられました。感觉你工作，等一下，ポンちゃん何やめて。看一下。工作越来越多了，不知道，就这刚好集中在这几天而已。结束去培训才会累死吧？对呀、啊，还好我没有。你很多演出机会，好棒！班长晚安，你真的辛苦了，好开心你有这么棒的机会。太累了，大家都辛苦了。你的啾啾你 ，Echo 晚安 ，Baby 娜得到好痛。没事，后来没事。一直新潮看起来吃得很开心。我都喝爱情让的酒，可能点了吧。你今天要开多久？会早点休息吗？不知道哎。那你から話すかネタがありすぎて、いや本当それ。舞台剧各种声音都有，真的很吵。对啊，有昨天我们最后闪亮的幸运钱对面的那个声音背景突然变超大声，对。就原本没那么大声，突然超大声，就是有点想盖住我们的声音的感觉。勇哥晚安，连续三天的活动好累，对，要公演了，没错，下礼拜就是公演，公演练习。勇哥晚安，对我需要复习。你也在跳樱花瓣呢、啊，也快公演了，辛苦了，要多休息，没问题。草莓酱晚安，彭姐呢？你要点还没点？那个转手我有看出来，没有，我全部都跳啊，你知道，就是那天他们在看那个面面在复习 rumor， 所以我们就跳一堆 TP 的歌，就是让你们搞混，让你们搞混，就是到底等等要跳樱花瓣还是夕阳还是一秒一秒约好这样。我在复习的不是隔天的。希望大家跟你的见面有让你补充一点元气，有啦，记得是伯乐有 Q 过你这件衣服，有吗？人生好累，幸福好远，好希望能回到从前。哦，酿，就是《渔港基隆》里面的有一首歌词。期待九月在桃园看见卢卡。等我一下哦。
前几天就是跳到冷冻库，然后把冷冻库的门直接打开，然后我十几分钟都没发现。自从那时候开始，我把冰箱上面放东西。他到底在？樱桃妈晚安。还有这次的发型我都好爱耶。7月11号开了2.5小时，对，今天可以只开1.5，但今天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讲。然后我的声音真的快不行了。今天才会好友说到好想回到过去，还以为你要唱一段。话说今天若人妹子说圣诞 T 很可爱，在哪里买，我都不敢回答，买不到。也就是说，就是这是宫廷，你可以宣传这是宫廷刘家的生日 T。2日とも舞台が楽しかった、キラキラした、よかった。ロンカー晚安、ズワイ晚安。いや本当に3日間連続はさすがにきついよ。被推坑玩绿布丁阿兰，目前觉得还不错，对吧？小心机，还想骗我们？对啊。话说伟哥有找你吗？伟哥是谁？你吗？Derek 伟哥，我以为新草之夜潘咪要首次入门了。卢卡有写到名字超难写的吗？有啦有啦，但是名字超难写的我都忘记他们本名叫什么了。九月那个也好累，公演完要跑去桃园表演，对，没错。碰见坏坏，对，我现在。我现在原本我们家的监视器是照到他吃饭的地方，可是我已经改到冰箱那边，对，就看到冰箱有开，我就赶快去关。真的不是，碰见真的不是一只好乖的猫咪，看一下哦。现在讲到哪里了？这真的发型都好爱，耶！也乖乖用的呢。要上铁链，他想进去避暑。我还以为他把自己冰进去冷冻库，没有没有。空姐要负担电费了，下个月没有肉泥。还好我十几分钟后发现，就是里面的东西没有完全冷，就是融化。对，慢慢讲，记得喝水，没问题。小风晚安。有天把自己关在冷冻库，有什么买不到的可以问我看。嗯，小风晚安，这是台上那位漂亮女生的生日 T。 那你明天要继续设计可爱的生日 T 了，就还是考虑一下我的那个销量啦。对，思涵晚安，我直接把刚签完的海报拿出来安利。PC 晚安，今天辛苦了，谢谢。今天找卢卡签海报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要聊什么。那你比较少来看我，我知道，对，没关系啊。九蛋的超难写，对，但九蛋本名我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其实四月的生日 T 官网有卖哦，真的吗？今年的有卖吗？名字难写是不是赚到？没有名字难写的时间都来不及。我后来发现不用特别写 AKB48 Team TP， 结果我全部都写了，难怪我一个人写了超久，真的，我一直被姐姐骂，姐姐念一下说你时间好好就是好好就是好好管理一下时间这样。看一下我念到哪里。等一下，我对不起，我留言可能会跳过，我可能会跳过的念。Jack 黄宇晚安，
山姆晚安，泽威晚安。舞台で初めて出た曲も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ヘビロテとかイーミョンとか。ですね、私はそもそも舞台自体が初めてだったので、舞台というかその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他のメンバーは全然あるんですけど、というか逆にヘビロテとか1秒とかイーミョンが主流っていうか、そう外でコンサートというか外で表演、表演の日本語が出てこない、外で、まあ、イベントがある時とかは大体この曲を踊ります。そう、其实这三年生日替官我都有哦，真的哦，辛苦了，谢谢。至少它是一只可爱又可爱的猫咪，这鱼套衣服都很可爱。第一排人上去签的时候全部跪下来，我想说有人要跪着。平安辛苦了，谢谢。这两天辛苦了，每个人都跪下，超有趣。Chris 晚安，至少不是哈士奇。没有，不，我们家人都在上面，不是下面。没关系，还能生话题。有卡漂亮，谢谢。平常都看你们台上跪。原来不用吗？辛苦姐姐录，辛苦卢卡的姐姐不想说，她有讲了，只是她只开始前有说，只是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我看你是不是很赶，下一个人还没来看你，对，不然真的来不及了。第一次难免不熟悉，下次一定。所以我就下个人来之前，我就先把名字写一下。不是名字，先把我签名写一下。对，辛苦你了，谢谢西恩。没事，我本名不用记得，只要记得我是星空天。没事，慢慢来。班长晚安，对了晚安。笔画很多的写两个字给他就好了吧。我们这次签名的名字都是下面两个字，我都不用写信。对，然后那纸条啊，原来我要收，我都还给他们。飞机上晚安。Performance 的日文，对 ，Performance 中文我真的不知道。啊 ，Performance 吧 ，Performance 应该懂。M 先生晚安，我还在等车回家。哎呀，辛苦了。那你桌上放的那张纸是做什么？四笔的练习写字，签本名蛮示弱又害羞。哎，加基三晚安，卢卡整个超忙，对，真的。圣元被抽到中啊，对啊，他竟然被零一抽到，我相信很多零一的粉丝一定很难过。多商演几次就上手了，希望啦。对，你这样，真的很聪明，先把最多话的写完。你真的签名签的超有诚意，你真的很认真耶。原来纸条要收我，对，我全部都还给你们了。如果要写信，就填，就帮我填公填。可是姐姐最后还是给我，哦，真的。就是因为我全部都还给你们，所以我全部都还给你了。我以为那个纸可以收回来，纸条上面也没有写信。对，没错。明年的生日 T 该支持卢卡了，拜托你们了。公开处刑我的名字，你还把我之前给你的券还给我？哦，对啊，想说你，你怎么没有拿回去？我都带回家。イベントといえばでも私にとって初挑戦の曲も、あ、そうそうそう、そうです。ヘビーローテーションはミニコンサートで何度も踊った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あの1秒1秒1秒は初めてです。本当にそう。めっちゃ緊張しました、初めてだから。字条只好留着。哎呀，我的声音，可是我听其他人说可以带走，其实也不用收回了，就是我，可是我看到其他成员桌上有一堆那个纸条，所以想说啊，是不是要，其实不需要还给你们这样。会不会姐姐说卢卡没有券，今天没通告费？不会吧，这次的数量也比上次多，在场的人都认识点歌。一凡晚安，因为我第一个找你签，我后面习惯把签的纸条都拿回来，
你说怎么有人券没呢？所以我就也拿走了。谁不认识点歌？卢卡之前一秒只有超超超短，对，就是节目上而已。对，什么？我说什么？小圆圆晚安，莫格拉妈妈晚安，お疲れ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其实应该没猜了，米娜那边没跟我拿纸条。緊張してるように見えなかった。一秒もそれててよかった。よかったです。まあでも、そうです。楽しんで踊りました。MC に関しては他の子がすごかったので、それに関してはそこまで、その、考えることがなかった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と思います。姐姐要算有几张券发薪水完了入卡。没有啦、有名单啦。カニさん晚安。宠物岛的工作人员还叫点歌把海报摊开要拍照，谢谢 M 先生的香槟。哦，谢谢 M 先生的香槟，两杯，两瓶。他の子がすごいとは、ですね、司会がいなかった時もありまして、今回その、ステージの上でみんな楽しい時、そうなるとメンバーの子の誰かがその。司会的な役割をする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けど、私はもう何か言われたら答えるみたいなスタンスでやってました。だからその来月にコンサート、コンサートじゃないや、来月に公演がありますとか、そういうお知らせ、言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お知らせとかは他のメンバーが言ってくれたので、そこまで緊張しなかった。ルカはそこだの衣服も没有林嘉玲薪水，今天超想录卡耶。老实说也没差，转到最后拿到吗？有啊，给你们看。啊，好累哦，好累。好想吃甜的东西哦，我应该会吃新鲜饼。那我可以把我的 S 的那件给你，你又拿到 S 号，我都为了合照这件事情笑死了。我也好累，我这几天拿了三件衣服，你给没有抽到的人了。衣服我送你，那个妹妹给我 M 号的，根本没在尊重，是不是没有 L 号？リブリーアイランドのブースのイベントとかほぼ MC 大変だよなと思った。そうだから、チーチーとかそばちゃんとかが頑張ってくれた。他不让我们挑尺寸， S 很少粉丝能穿呢。哦，所以这次有送 S 号 M 号 L 号，原来如此。 Pick me， 我拿到的是 L 号，刚好。这个原本是粉丝拿到的，然后粉丝送给七七，然后七七送给我，好可爱呀！一个咪，有差 L 跟别人换 L 了，哦，没有 L， 哎，哦，所以有还是有 L 啦，对，妹妹给我 M 号，然后给我昨天前面一个女的差 L， 根本随便发。我拿大 M 号刚好可以穿，那九段要不要跟女生换？坐我旁边的现在换我欠他人情，我昨天有拿到，但跟别人换了。了解。拿到 XL 真，难道要真胖吗？哎，下去拿到 XL， 可以跟九段换。所以除了，除了衣服啊。其他人是拿到这个吗？如果有人拿到绵绵什么的，那个叫什么绵绵猫吗？可以送给七七，他最喜欢那个。莫涵晚安 ，K 先生晚安。我现在的转蛋是黑猫那只。
哦，你有拿到转蛋，这么好。黑猫，黑猫是哪一个 ？K 先生晚安。突然发现若开说，对，你说什么？哈，只有五种没有妹妹吗？哎，有哎，我的版本是有，给你看。有啊，这个它太白了啦。就这五个加上两个 secret 隐私版吗？隐藏版啊，不是隐私。对，但不知道是什么。哎，所以晚安。突然发，我在哪里？强哥什么时候送我烟火？我是不是完全没看到？谢谢强哥的梦幻烟火，谢谢 B One 的翔宇。不是翔宇，翔宇太累睡着了，我刚刚还没睡，太白我刚没看清楚一样的，我先去忙碌看完了，唱歌完了，刚刚他空大，谢谢强哥的带你去流浪，ありがとう，我先喝个水哦。サイン会休憩せずに一番熱心に書いてた。そうあのね。AKB48 TV で書かなくていいってことを忘れてて、一個一個書いてたら時間が間に合わなくて。そう。看到陆凯先到，我后来又跑去看阿伟。啊，真的呀？对，我后来就没办法去看他的摊位。他有看我们表演。连续好几天真的会很累，没错。其实我蛮想要兔子，兔子最可爱了。我玩了半小时吗？对。我今天蛮准时开，对不对？8:04，哦，讲错了，对不起，8:34。牛蛋也是黑色那个吗？猫，这是狗哎。若凯今天会累吗？这么早出门？我6:30出门，真的很累。连续2天6:30出门，很累。我刚回家开了冷气20分钟，还是觉得好热，才发现我根本没按到，笑死！サインしながら握手会より難しそう。もうだから話す目見て話せなかったです。書いてる時、他卖杰克不要图案的，但你板超好笑。不过我刚也看错，对，雷军刚3分钟前跟你做了一模一样的错。卢卡饮料为什么会爆掉？应该是压到吧。话说你们搭车离开是怎么决定分车的？怎么每次都是历史被丢包？回家的是随便搭。明天可以睡到饱吗？没错，我今天还没睡觉，所以我发现人真的很累的时候，应该说我现在很累，但是还没我现在不是省电模式，所以有点慌张的感觉。咦，林轩轩吗？晚安。哦，我今天抽到他，我想说他是七夕的粉丝，结果是我抽到他，有点不太好意思。今天有在花博看到本人，超漂亮 ，Thank you， 不要太勉强。卢卡要开始看了，早点休息。其实可以看一点啦，偶尔看一点没问题的。对，目前是一夜模式，你又要嗨到半夜了，对，累就要早点休息。那卢卡开多久？我在想1.5小时或是2小时。其实今天其实有蛮多话题的。营业模式就是呢，要一直讲话，然后眼神要发光。好了，我不会发光，就是眼睛要展开。谢谢荣哥的香槟，ありがとう。
那该今天想讲什么呢？我在想，感觉很多事情可以讲。今天第一次看到卢卡本人很可爱，耶、yeah ！不是啊，我刚没看到名字。今天收到签名，对，没错，一直保持可爱，眼睛要睁大，没错，不要变成小爱，要长大眼睛。辛苦了，谢谢你，谢谢龙哥。你有放空模式吗？有啊有啊，就是神殿模式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讲话。可是我现在变成神殿模式的话，我没办法回去现在的状态。对，就是一到一百好了，零到一百好了。我现在大概是80左右，80-90。然后平常状态是50的话，对，50-80-90是不会很累，但是从0-80-90会非常的累，所以我不能放空。但要什么？要合照，其他七人都集合好了，就差抽到卢卡他那张。嗯，什么意思？卢卡会想要那个攻略本吗？有人拿到攻略本吗？被卢卡抽中奖这辛苦事还是交给我。攻略本还好，其实不，那个只要是看哦，里面的蒂芙尼很可爱这样。晚安，表演超棒，谢谢。今天第一次，一个一个来，从上次直播结束到现在的事情都可以分享，我真的有点忘记了。你切换模式要很久吗？从100-0是很快，但是0-100会很慢很慢。对，我的脸是永远的神殿模式。小鸡晚安。卢卡只需要序号吧？什么序号？其实我以前啊，我以为签名的会是游戏的海报，我也以为是。对，好累哦。都是的。你觉得依琳表现如何？很棒啊！就抽到签名的那八人能先跟你们合照，集合时都在等他一个。哦，真的、哦？我也以为，我今天忘记带海报筒，本来还很懊恼，还好是一张纸。卢卡现在看起来感觉瘦了很多，没有，我现在又胖回来46了，不行，这几天不能乱吃。只是我们家的微波炉现在，昨天还是前天，原本就是放了之后要转嘛，转了之后发现会有它会发出曾经不会听到的声音，就是的那种声音，对。我想说是不是有点危险，所以我这几天都不敢用微波炉，对，好麻烦哦，没办法用微波炉，我就没办法，我做的东西就是放冷冻库，对。攻略本的序号有转蛋券哦，了解，难怪。活动结束后还会继续玩吗？会啊，会，一直到我会腻。但是7月我一定会玩了。你又不能吃巧克力了吗？哦，对哈，今天他们送的巧克力饼干，我是不是不能吃了？新潮吃太多，我觉得都有哎。然后他们有送很多饮料，我现在冰箱里面还有昨天的红茶拿铁。你们觉得我今天可以喝那个吗？还是过了一天，是不是不能喝手摇？变回来了，我看不出来。好想看，卢卡吃蛋糕，没什么好看的啦。新潮这些吃很好，其实还好，没有到非常好吃，但也没有很难吃。对，最好吃的应该是最后的甜点。对，听起来很可怕。卢卡吃硬包底，肌肉量高吗？非常的低，对，非常非常的低。46还好，这几天都有活动。啊，这几天真的没办法，从明天开始会加油。要爆炸了吗？
我不知道哎，微波炉要换吗？嗯，借厂商的用，饲料太可怕了吧？要不要先吃个冰淇淋？吸人好多了，好什么？拍笑死！你微波什么？有时候食物的原因，白饭。但是我觉得跟食物应该是没有关系。我不管饭了什么都有那个声音。ランライブイベントみんながご飯食べた時になぜルカたちが舞台に上がる展開になったの？ですね。その。一部の子たちが舞台に上がった展開になったのは一応言う芸能人の方が来てパフォーマンスしに来てて結構有名な人なんですけど台湾 でその人のダンスが結構一時期流行りましてでその芸能人の方が私たちの子を見かけて最後にみんなで踊りましょうみたいな感じで AKB の子みんなおいでおいでよみたいな言われてでそのステージ下で私たちいたんですけどあ上がろう上がろうってなってそうでご飯食べてる組はご飯ずっと食べてたって感じです他那个给好友 GP 最高其实不止50啊我知道啊可是那个题目是通常他是问通常所以就是要回答20 这一点没关系喝啦喝啦可以喝喝喝巧克力饼干不是巧克力可以吃合理饭一天还好那我等等喝好了但我今天水也没有喝很多所以我两个都可能要喝今天抽到了签名没错我刚刚有讲到对就不好意思我不是七七但希望你会开心的那个还是要赶快喝有冰就好了前天上班的园区有超爆炸呢，甜点是什么呢？甜点是小蛋糕，小小的蛋糕。还是如果我们下次去吃什么3000多块的自助餐，我想吃 buffet， 从明天开始，那今天就可以吃。饲料不行，要是吧？有上网查过那个声音来源吗？他们说不要用，继续用比较好。但我不确定那个声音，声音到原因还是不确定。卢卡妈妈又要准备公演了，对。今天题目我觉得比较，今天的真的很难。可惜没卖娃娃。对，如果有卖 Tik Mi 娃娃的话，你会买吗？搞不好会。新ティカミを可能会買ステージに上がって走り弁当食べる爪痕残さない我也要抽到あ、你有抽到なるほど呼んでもらったのは光栄なことだよねシェンムー抽到对啊他抽到01的我相信很多十字军就很难过这几天超热真的要多喝水排队排到快中暑会不会有生命安全忘记那个男人今天坐海景第一排中奖率都好高对呀我的按钮是用转的嗨怎么了还好啦我这个数字君毫无不来对我是日本人今天没像昨天那么幸运被卢卡抽到了新提可咪那蛮好笑的对吧提可咪呢然后他后来就是名字也改成提可咪呢用转的那是不是按钮的声音？我不知道哎，就一直在听在滴，应该不是，因为微波炉有时候不是会有噔噔吗？就是微波的时候的那个噔的声音，就是那个噔的声音大声的时候，那个滴滴滴滴的声音也会就是跟着变大，所以我觉得有点危险。
卢卡被米娜敲到还好吗？啊，对，我被扇子敲到，哈，事故事故。就我那时候就是发现我隐形眼镜就是稍微跑掉，对，但我看一下镜子，就是。嗯，好，没事没事，他就没事。他有说期限限定，可是今天我隔壁的查答案的速度都好慢。我其实在想 ，Take me P one 算不算五个字？不算。加上月，先発になると仕事も増えて大変。やんごじいさんの学生もあるし、本当にそれ。でも先発じゃない子もあるけど、入ってるけど。どうなんだ、なんか最近あんまり選抜とか選抜じゃないとか関係なくなったような気がする。会社、うん、会社の、 あのメンバー のあれ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这种声音真的换掉比较好，是敲到眼球，眼应该是眼球跟眼球上面的骨头。Mina 不知道为什么还跟我道歉，因为他说 我前面刚好有，就是他前面刚好有我的粉丝，然后听说你的表情就是很严肃，是打到眼睛周围的骨头，就是这里这里这里，但还好没有到非常的大。不过想说已经有听了今天问答，想当大犀利丸都没被点到。今日のメンバーに私とイーリンちゃんがいたのは何すべきと思った。そう、イーリンちゃんは選抜じゃないしね、そう思うと。だから最近の運営は選抜じゃない子もこうやってその外の お仕事、外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のお仕事普通にあるから、なんかせ、うん、あれあれみたいな、なんか選抜じゃなくてもあれみたいな。まあでもいいことだ。なんで去年とか一昨年にそういう感じにしてくれなかったなと思ったけどね。原来是我太凶，下次雷军凶屁。打ち間違え多くてごめん。あ、大丈夫です。我看一下影片，みんな好像也有看到我的镜头，但我没看到。点歌那时候看起来快要上去看了片的。没事啦，没事。初恋晚安，看是雷军眼睛冒火。我只是担心卢卡而已，就你担心的表情可能太严肃了。雷军不是本来就看起来随时都想冲上去，以后上演的机会变多了，要继续加油，明年续约吧。明年我不知道。啊，でもそうだね、それは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そう、確かに、对对对，现在老板。就跟之前不一样嘛，所以也有可能就是不是选拔组的人，也有就是可以上一些商演啊这样，但我觉得这是好事情。今誰が一番発言権持ってんだろう？多分今い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なんかみそちょっとまだわからない。那个火焰，我坐在旁边都感受到他的愤怒。乖乖晚安，我没有愤怒，不要造谣。对我，啊，奥さん来てたの。そう、奥さんは奥さんも会社とちょっと、母親の会社の人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でもお仕事では関わることがある方です。我坐旁边都被烫到了。哦，跟你们说，我今天烫到手了。我突然发现，我这边长了水泡，好痛。めっちゃ顔似てる。是的，最近很多成员有机会冒做的是好事，对。就算不管是不是选拔成员，这个是烫电卷棒，然后这个是我这边其实也有。这个是做料理的时候，对。天气太热吗？不是啊。很痛吗？啊，原本很痛，现在还好。
听说露卡最近还有含疱疹吗？我看一下哦，最近没有，但是还是会破皮。对，可我还以为我们的热情足以探散，因为太早其实没有注意到电卷棒。不是，我是今天用电卷棒的时候探到的。电卷棒坏坏，啊，电棒烫坏坏。我买新的电卷棒，那个很好用，只是我还是烫到了。就是我烫这边的头发的时候，这边的头发很难用。还是谁欺负你拿电卷棒烫你？没有，以前看过成员电卷棒烫到耳朵。哦，对呀、啊，常常发生的事情。哎，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人偷偷有人是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新来的还敢欺负你还来？有人欺负你要说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情况？没有就。9月16日は終わってから台湾に移動。そうです。もちろんです。じゃあでは晚安。有点忘了直播发生了。你想听什么？很多有趣的。你想问什么？有人坏坏。今天是不是就我先讲今天的好了。就是我们今天结束后，姐姐在讨论什么限动删掉什么的，但我有点听不清楚。对，就是什么工作人员以工作人员身份发的限动的照片删掉什么的，我是听到这句话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接下来这张送我告白气球，这个算今天的主力。但你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在我前面的那位，在你前面那位啊。是那个人吗？就有人就是带工作人员的人在那个兔兔旁边，就是这样。你有印象拿着假架的那个？有印象，因为这个人也很常出门。最喜欢唱 TP 的哪一首歌？条码，我一直注意他，害我没办法好好看活动。帽子反戴的那个，是的，就是他。你要名字吗？啊，对，就是他。我的那场，他来去给你。哦，所以可是公司知道这件事情吗？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哎、欸。我之后再问问看。后来有人反映，对，就是其实我也完全。不知原本我也真的以为是他是工作人员，有跟拉瑞姐姐讲哦真的哦，那就好那就好。对对对，我怕真的不知道。对，哦，我一直以为那是就是 VV Island 他们派来的人。对，结果是不是不是？那他怎么拿到那个工作证？因为他的身份明明就是粉丝啊。好言跟常常一直互相以为他是对方的人。了解，原本合照前要讲，但要合照了。 CD 買えなかった陽光劇場一本ということも考えてる。買えなくても多分再販すると思います。今のところ予定ないんですけど。有点複雜。除了你认识的工作人员，其他不认识的都要小心。好，因为没有就是对方，这是对方从日本来的，还有就是台湾来帮忙的人也是蛮多的，不要太相信证件的人。他有学过一些电影的评比，所以他说他是自媒体，自己做啊。Good job, 晚安，这样我下次穿制服进去就好了。反正那个人就骗子就对，如果记得这个就好。好，但我没有看到脸呢、欸。他没穿游戏公司的制服就很奇怪。对对对对，
对，我其实原本一开始以为他是粉丝，但是想说他带证件，所以到底是谁派来的这样？算是两面手法，跟主办说是厂商，然后跟厂商说是主办派来的。了解，这样他算是聪明人还是？工作人员都有固定的制服，对，但他们都穿那个黑色的、宽色的那个 Pikmi 的衣服，对不对？我有周潮的粉丝说要小心他，因为其他人会想说他是大会的媒体之类的，所以大家都互相以为是对方的人。了解，他是间谍加加酒，然后用粉钻造谣撞骗。其实这样真的是算是犯罪吧，还是不算？他就粉丝的模样，只是有带证据。对，然后只有他，其他人都是在外面坐着，然后只有他在那边站着拍。对，对我印象好深刻，就是因为我这两天都是站在后面嘛，不是后面。都站在你们的最右边嘛，对，应该叫警察来抓他一次才会怕，已经是骗了。后来他怎么被赶走？应该是禁了，一定要吧？刑事特权是犯法的，被要求删照片是，我记得有要求删照片，可是我不知道哎。看来连你一出来看得到，你就知道他真的怪很明显。被要求删限动，现在很多追星族为了追星想办法加入工作人员系列，但还是这样不行啊！这样乖乖的粉丝都怎么办？这种的要像以前的 ET 一样永久ban哦 ，ET 是已经被永久ban吗？再见，真的话不算。但是违规应该可以行出去，而且光社都懂得跟粉丝协调位置，就他一雷脚架直接长在我们前面。哦，对呀、啊、对呀、啊，那么烂的设备还想做？对，因为设备的事情我们都看不出来，只有就是你们比较专业嘛，你们才看得出来。然后被没收工作证，虽然活动都结束了，对，为什么最后才发现？这样有用，我就自己弄个新闻。玩骗媒体证，应该公布展向粉丝们帮忙做，官方摄影都不会挡我们了，就只有他敢。对呀、啊，现在突然没有突然想到，觉得好可怕。其实他本来是在左侧，应该是被其他粉丝赶去右边。原来如此，有谁挡得到我？我是没差。我一开始就在怀疑，但我真的是不确定。对，我也是。该贴个通缉海报了吧？怎么办？好生气哦！等一下，我想到好生气。然后我突然想到，我前阵子看的那个有一个电影，有一部那个里奥纳多的电影，就是他变了。就是老师啊，那个开飞机的他的那个叫什么 ？Catch me if you can 。突然想到那个，这样的可以去申诉，就算他的证件是真的，也可以警告他。他之前还出新集，急于想靠关系约成员出来看电影。糟糕哎、欸！哦，一直骗人的，对对。我突然想到这个神鬼交锋，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蛮有名，而且不止这件事情，超气还耽误。没关系，拍出来的照片也不会多好。你最近很常看里奥纳多电影吗？最近没在看。我在看，要不我在想要不要看罗密欧跟朱丽叶那个。可是我目前先看了前面五分钟，就觉得这是罗密欧跟朱丽叶吗？感觉有点不太一样，比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哇，第六名，谢谢！太坏了吧？对呀、啊，
反正陌生人你们都要小心。那个电影很酷，可能因为是他演的啊，对，太糟糕了吧。那个陆凯有什么时候有空看电影，我问一下。张晨其实医生律师，对对对对对，然后还骗钱，对对对。包子还跟他抢位置抢很久。哦，今天坐最左边的是你们的最右边的穿黑色衣服那是包子吗？对，他整个挡到包子耶。粉丝权益可能因此断送，因为一开始他在跟其他工作人员说话看起来很陌生，就被我记住了。太紧，只是剧名曲一样而已。他直接过来感觉就怪怪，了解。对啊，那不也很感人？你说啊，罗密欧跟朱丽叶吗？笑笑，我是不是可以当警察了？下次交给笑笑，直接那个抓他，几分几秒？我是私服检查，我是私服警察，这样，然后就给他们看那个警察证。其实之前他人家在金马的时候，他也试图混进媒体去，后来被赶出来。哇！可我太慢拿到情报，昨天也算类似的。了解，不能这样啦！他会不会看我直播？不能这样啦！想看就跟其他粉丝要一起排队啊！如果有人确定他，早就被我轰出去。这种人应该要列入官方黑名单吧？一定要啊！不然马上跟他讲。这样是不是算？对，昨天已经被我赶走一个。其实成员们在传麦克风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点危险。我们是希望营运出镜他。昨天也很傻眼，之前 TP 去新庄球场，也爆出有粉丝拿媒体证靠近舞台。也是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哎，还想要感化他，不过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他靠关系真的拿到媒体证。这时候要把事情搞大，然后大家都会看着我们吵。他如果会改，就不会这么多事。对了，确实，如果不要怕，如果他想要做什么，但我不知道他是谁啊。他是谁的粉丝？还是他是团推吗？我一开始也以为真的靠关系，因为那是真的。哦，七七粉丝哦，是一下。第一排甜甜圈每一个都跟点歌一样站立满满，我只有影片。对，就是我的粉丝刚好在乐意区啊，我还在找冠宇呢。先冠宇就是又柔道哈，然后就是欧先生就来，然后就抓他。9:34。没叉叉吧，笑死，就交给你们了。卢卡思考的时候居然会嘟嘴，冠宇可以把他甩出去，有冠宇跟笑笑就无敌了。这个组合听起来好可怕，笑死。基民合作，对，没关系，你们也可以，你们也可以的。サイン会定期的にやってほしいね。でもめったにないです。サイン会本当にめったにない。前あったのいつだっけ。前あったのはなんかCD にサインするみたいな感じだった気がする。あの夕日を見ているかな、あの時ぐらい。そう。甜甜圈好可怕。没有。
没意哦。冠宇跟笑笑要来个合体剧吗？不错啊。也好，我柔道荒废好久，再不听话只好拍出哭酱跟青玉了。没错没错。西西一直拒绝跟他们去看电影。七月的生日的时候，生日会的时候，他对七七喊：“怎么这么能约？”怎么这么？怎么这么不要脸？笑死，已经有画面了。再来点剧情。还好我最近有回去找一下空手道的教练。もっとあってもいいのにね、メンバー大変だけどね。そうだね、私もそう思う。可是陆凯很难约啊。你有约过我吗？没有啊。这种太危险了吧？对啊，你们不能变成这样了。哎，其实我们的基本上的粉丝比起路人还要乖。陆凯应该知道他们有固定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这个 一不小心就会出事。真的要就来约我啊，西西不约，但偶约。陆凯要一起去吃牛排，九蛋可能也要列入观察名单。真正的粉丝知道底线，对。危险发言，卢卡约了会出来吗？当然不会啊，当然不行啊。好久没有长水泡，好，然后今天的事情就，还有发生什么事情吗？有没有发生我不知道的事情？如果我们这里的奇怪的人会先被这个武力高手解决。是要讲昨天的事情吗？地瓜球晚安，我知道明年四月生日会要喊什么了。卢卡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其他应该还好，那就好。对，这个可以讲吗？我昨天就是可以约卢卡到宠物岛家里帮忙浇水，这个可以，主要看电影啊。谢谢阿珍的红玫瑰，谢谢好人的红玫瑰。就是我们在休息室嘛，然后我这样看了镜子，然后我发现镜子这从这边，我镜子那边就是照到粉丝，应该是，我不确定是不是粉丝，就是有人。我知道有人在爬那边，他说、啊：“怎么会有人？”然后我赶快跟拉瑞姐姐说：“哎、欸，姐，看看这边有人。”然后姐姐就跑去跟外面的人说：“不能偷拍里面。”这样，然后那边的粉丝说：“谁？”这个要帮他解释一下。好好，我要听。对，就真的吓到我们休息室，就突然墙壁突然冒个一个点，我都想到那个晋级的巨人的画面。笑笑，你好好解释，给笑笑说明吧，毕竟是笑笑的锅。好，我要听，但我这个事情没有跟粉丝说，就只有跟姐姐说而已。所以我也不确定对方有没有看到我，对，因为我这样看镜子嘛，我是这样看，我们的墙壁这边有镜子，然后我这样看，然后我是从镜子跟他对到眼这样，我那时候在跟他尬聊，我说他板板好酷。还好你们不用在休息室换衣服。对呀、啊，虽然我没有脱外套，因为姐姐又有出来说了，对，我知道，她说她的板板好高，然后还站上去给我看，
还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姐姐有冲出来啊，我还想说怎么了，对，好险真的没什么事发生。对，然后后来那个那时候Makoto桑的老婆他跟我说，你演技也太好了吧，这他这个人长得又高，然后我就说跟你这样不会看到里面吧。小奈晚安，其他成员有看到，就只有我看到，对。可是我以为是有人抱他，因为那个高度真的有点高，其实跳一下就看到了。结果他本来可能没有这个念头，听到之后就转头，然后跟你对到眼，笑笑的钓鱼之法，是在我们的后面，对不对？对。他刚刚形容很像恐怖片。笑笑好会，结果他吓到跳下来。谢谢小奈追踪我，笑笑常这样做吗？南坡出席活动要小心，我朋友很多追星族喜欢透过帐篷，没有那个不是帐篷，对，那个就是墙壁。对，然后我就是突然看到人啊，然后我就吓到，想说对面怎么会有人？是我还以为是粉丝抱着他这样。就是让给他看里面这样，然后我还会有人在这样偷拍，说这样很危险，所以我就赶快跟拉瑞姐姐说，刚刚粉丝从外面看我们，然后姐姐说是谁，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只有我不认识他这样，对，然后姐姐就冲过去外面说，跟大家说不能从外面偷拍这样，可是他居然还知道是看到卢卡，对呀。我也有点吓到，是说那件制服原来里面是无袖的，我昨天才注意到，没错。所以我们在休息室都是脱那个外套，没有那么晚了。笑死！那一天，露卡想起了被巨人同志的恐怖，对，真的有那个感觉。他是哈夏克桑，你应该被吓得不轻，还好还没到农历七月。所以他其实不是要拍照，是误会一场。对，我后来我现在知道这件事已经就是没那么紧张了。这个事情比今天发生就是比那个比骗人事件那个没有严，对啊，就跟比起来就是真的没有严重性。还有墙壁没有破，对。隐藏甜甜圈吗？只有你有临场感，而且其他成员都没看到，就只有我看到。可是刚刚听起来还蛮恐，当时是确实蛮可怕的，对。但是我仔细想一想，想说我们的粉丝其实都蛮乖，应该是不会做这么可恶的事情。对，我还以为是路人。对，就是因为路人不用怕被出镜嘛。对，昨天也有假 stuff 欸，也是他挂了一个不知道什么证，搞不好下次真的有不小心撞破隔板，意外了意外，真的很像恐怖片。我也曾经以为我们的粉丝都很乖。对，我就是听到刚刚的那个事情，觉得好像你还是要保持，会啦会啦，我是因为有保持那个警觉心才会发现有人头，怎么会有人？对，大部分是很乖，没错。我连忙现在说不同人，但还是有少数害群之马，还是要小心一点。会啊，我会小心。其实真的是有很乖的人的话，应该会先被其他粉丝抓来揍。对对对对，后来就是姐姐有跟我们说，她这样。跟外面的讲，我相信其他粉丝也会盯着那边墙壁，所以应该没有人乱来。对，你昨天没睡饱还能保持警戒，真的不愧是个。我昨天没办法好好睡觉，是因为我到家就直接睡觉了。我六点睡到十点多，九点多，然后九点半的时候做饭，然后十点的时候吃饭，然后洗个澡，然后睡觉的是。三点半才能真的睡觉。虽然说的昨天那个人之前在生日会很喜欢站在车门靠很近健身，
人头怎么样都会发现嘛，如果只是一个一个镜头探进来，因为真的是一瞬间。而且我们通常会这样，就会滑手机啊，或是在可能补妆啊什么的，不太会这样看。我真的是刚好看到镜子，所以然后就看到人。对啊，林果叫我注意他，不要让他往前走。不为人知的一面，你警觉性好高，算高吧。然后后来就赶走他了。这么刚好的一瞬间被你发现，对呀、啊。但前面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只有那时候有发现。就昨天稍微惊讶的事情啊，对，但还好我今天知道，就是不是想偷看我们换衣服的样子，对，还以为就是想要拍里面的你们，我现在休息室的模样，对，还好不是这样。最近高铁也有搭讪小姐，有很多啊，不管在哪边，我虽然不认识，但我能。什么？折测出怪怪的粉丝，这样的叫太可怕了。你演的很像耶，好有天分。真测啊，对不起，真测。我们家有奇异卡哇的这种娃娃。感觉可以一起放。这个怎么不是粉红色的呢？这是一般的 Tikami 啊，一般的 Tikami 嘴巴是就是圆圆的，新 Tikami 是这样。谢谢一粉的告白气球，ありがとう。吃到奇怪的虫吧，我比较担心潘咪把小乐乐工作人员抱走。不会啦，就是在休息室里面最跟那个小小工作人员就是有互算是互动吗？最有聊天的是面面，如果这两天的题目都会吗？不会啊，有些题目我真的不会，只是马哈拉加题那题太有那么难吗？还是我讲的你们听不清楚？因为日文叫马哈拉加。游戏体验桌上面印的 Tikami 正在吃虫，小妹妹工作人员真的有点可爱，真的可爱。妹妹最近可能会接到 FBI 电话，为什么？我名字真的记不太住哎，我也是啊，我也只能记粉丝的名字，我只是不太确定。不太确定，什么不太确定？妹妹好勇敢，都没有被吓到。哦，对呀、啊，通常这么多，就是大的叔叔都会怕怕的。我觉得他很有天分，当 AKB 加入 AKB， 你也玩日本不清楚翻译吧？小妹妹下午还继续在发呆，也是挺辛苦的。小姨晚安，大大的叔叔。妹妹能感觉到出来，我们大家都很善良。谁是大叔叔？我大他20岁，除了一个人比较危险而已，没错。那如果记得我名字吗？希望不记得，记得。目前还记得，但是他昨天在舞台上呢。签筒的时候脸很臭，因为问题都要回答中文名称，你玩日版应该不清楚啊。对对对，没错。玩了大失败，尤其是第二个中间那个字，对，第二个字，不是，
好了，中间的一个字，我可能就不会忘记。第三个字，好像跟某个粉丝一样哈、哦。来，如果不要弄破水泡啊、哦，不会，不会讲的。我不会乱讲粉丝的本名。知道原因大概忘不掉，可恶，就只有我的被公开啊！对，然后我突然想到，卢卡的记忆真的是一流的，很恐怖，我现在都不敢惹他。对，我要讲这次的那个浪梦，不是浪梦成真，新潮之言吗？就是让 live 的那个活动啊，是对，这次就是按照排名被选，就是，对，这次的人选是按照从去年的新潮到今年的新潮，你第几？我好像是第三或是第二的样子，对，然后第一是一定是面面嘛，对，第二我不确定是零一还是烂花的送意，对，没错，对，然后原本七七也是前六名，但是他那天好像有事情，所以就没办法这样。原来是这样找，对，我觉得去年也应该要这样找才对吧？对呀、啊，根据我的观察，应该是你第二，对，我应该是吧，嗯。就是我看那个座位，我的右边是面面，然后我左边是栗子，所以我想说是不是一二三，对，应该是，我猜是这样的，对。七七拒绝换礼啊，对，没错，对了，卢卡会跳射手舞哦，哦，对，我高中的那个叫，我高中以前，我以前高中是管乐社，然后那时候我们迎新的时候有跳到这首歌。千万烂花的都会被邀请吗？应该不是看总榜，是应该是看年榜吧，我也不知道。这样才是照烂的规则找人。七七去过他自己的生日，对，应该是这样的，但我觉得这样比对七七来说比较好，都这样找每年都能去吧，从可是去年我也不很想去，其实我收益去年比较好，对不对？我以为是照，应该是照排名者，对，应该是，我看那个，毕竟这里动不动就倒数，把我刚刚速翻了一下，应该是第二没错。对，真的感谢你们让我去吃饭，真的有很难忘的回忆，也可以看到911啊，然后就是你可以跟就是那个叫什么魔幻 power 吗？可以跟本人一起跳射手舞，应该是去年的收益，去年到今年新潮的收益，对，不是只有去年，对，很赞，我看到笑出来，对啊，动不动就倒数。台湾的太空实力要是跟这一样，早就上月球。去年有大地玩着，嘿嘿，谢谢你们。这里的粉丝加起来都比马克思有钱了吧？我超担心你吃不习惯的，还好没有跟公司委员一样。这次的虽然是中，不是西施吧，是那个，就是中国，中国料理嘛，该怎么讲？中华料理。吃咖料理，这次没有马卡龙，没有啊，马卡龙是礼福袋，最后我们可以带回家的，那里面有马卡龙，我已经吃掉了。你的礼物呢？好像拿到蛮多，其实也没有很多，就是美容诊所的折价券啊什么的，什么雷射什么的2500，可是想说2500好贵，然后我就送给别的成员。
让柯耀去吃饭，大概要再剩点活动200万日元。其他直播的镜头可以看到你。对，大家会开直播，然后我问姐姐，我们也可不可以开？她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绝对没办法，对，就是一定要，我们是规定一定要在室内，然后就只有一个人的状态下直播。请问去新台会不会不期待好言维亚了？对呀、我们都在看其他直播台，我们只能找看到你们的镜头。大礼物也不错，你们不能开台冰火，可是就算开了一定也没办法进版了，那很可怕。你们知道第一名小辣椒他那短短的3个小时赚了1100钻石吗？不是1300钻石，还是1300？好像是1300，真的太可怕了。我200万日元准备好了，跳射手好玩呢、好玩呢、很多人看别的台都看别的地方。对啊，你们是看哪里？你们都是看这里吗？还是你们是看背景还是乳沟？新彩有抽奖吗？没有，我们都在别人的直播间找你们的身影。不是应该要跟好言建议我也要这样办？当天随便一台都是，好可怕！我一下就在别人的直播间找你们的身影。哎，不对，别人直播间看到卢卡，你们没参加线下赛呀？对，有烂的拖把。那个超可怕，那个已经不可能超过了。对呀、怎么那么厉害？看了这么多小辣椒署名礼物，终于见到本人，他还被发现了。若凯竟然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啊，你们确定在看我们吗？你们是不是在看那个乳沟？当然是背景啊，是吗？我都把右上角放大。说好的绿色直播平台呢？乱讲，怎么可能？没那么肤浅。我都在看背景的粒子资本。但一大堆，为什么要去先看他一个？不是，那衣服都开到肚脐了。说好的绿色直播呢？我贴完图才发现怪怪的。1300万有1100万是同一个人丢。对，我后来有看到哇，1100万是。台币多少啊？300万左右吗？还是400万？不是，等一下、400万台币左右，是吗？好可怕！我截图下来之后都觉得怪怪，好几台都快掉出来了。我是说财，笑死！我都把直播都挡起来，就这样看吗？你们现在干嘛？走开啦，奶奶走开。快200万台币吧，太厉害了。我们一辈子都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体验不到。对啊，都等到我看卢卡了。我一边念心经一边看直播。太大了，有点短。大量持足的话大概可以拿到1:10，所以是大概110万，还是很贵，要先看清楚才能挡好。居然还要挡，我都自动开滤镜，没有被摸一眼。没有，你们一定还是有看。同事问我怎么看别人，他的原本的小偶像。啊，你说啊，你的原本的小偶像。拉瑞姐姐有，也对，她有跟我们一起。那有一些手机 APP 有点忘记了，有些机器不是可以看你的视线在哪里吗？好像不能看下面，不能看就啪。你们的那时候的视线一定是这样。刘佳，那天刘佳，那天刘佳，如果你去，害我的形象变得怪怪的。那相关的问杨兄就对了，这么厉害。我都直接看一下，哇，好大！继续看你们，光明正大的看哦。他的目光可能被卡在某些地方。
我本来想专心看香偶像，但实在真的太大，可能一只眼睛看一半。哦，了解，原来是这样看。我们没有这么肤浅，是吗？这测验我一定没问题，就直接看这边齁，我知道。怎么测速有点快了？没有啦，我看一下，像是你太传神，才不会，一定不会动。比目鱼看了一下定位好之后就挡住了，那真的看很开。好好笑。好啦，没有，我知道，就是他们每一年都会穿比较性感一点的，就有些人会穿气质，然后有些人真的会穿就是真的快露出来的那种。那种洋装就是公主，很像公主的那种沙龙服。奇怪了，我怎么都没看到你们离开去表演。那是让允许的穿着，没有开车。对，你怎么那么嗨？因为我还没省电模式。对，就是很累的时候反而可以越来越嗨。只是在一楼看到很多成员怎么没有穿晚礼服，然后我们穿了 rumor 的衣服。还可以看到南棒球，哇哦。那是晚礼服，不是不能低于锁骨几公分吗？对啊，我们原本是有这样固定，但是只有那天是意外啦。那以前高三公分就被警告，后来拉拉队加入后就不管了。原来如此，卢卡有想过自己穿那种礼服的打扮吗？我吗？不要，太危险了。不然下次卢卡直播旁边放一张辣妹照，我一眼都不会看。好像可以哦。礼服端出来不会输，什么意思？希望明年的浪潮之夜还能有卢卡。希望了，就这个就靠你们了。看你们了，希望我给前六名。下次你们穿礼服跟他们 PK 一下。不想公司一定会不允许啊！谢谢大家，可能梦幻烟火，谢谢，哎，六六六六，谢谢的 M 先生的香槟，谢谢。那么想看我们的礼服吗？是这样吗？没有啦，谢谢的 M 先生，谢谢 Plus 的香槟，谢谢，谢谢 Stephen 的会员票。下次你们穿礼服，这个有奖，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只有真心整你们。可以的啦，因为生日的人那么多。靠大家了。等等，你要穿礼服吗？没有，我就看公司那时候要表演什么。但这次是因为要表演 rumor 跟就是梦之路嘛，对。然后 rumor 是就是让 live 他们指定的。想看卢卡穿礼服，明天生日会礼服主题了吧？不知道哎，明年，我是赞助卢卡去吃饭而已，结果穿七单制服，也是有可能。你可以穿礼服，那等等可能有代理啊，没有。如果啦，我跟就是其他那些直播主赚到一样的话，我一定会就是会被就是。我不是，我应该是不是 AK48 Team TP 的身份参加这个让 Live 的新潮，一定是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参加，然后这样就一定可以穿礼服了，对吧？你们应该也有看到有些热天女孩，她们就是有分表演会表演的女生们，还有就是赚的比较好的，这样讲好怪，但是就是。对，就是比较人气的那种热天女孩，她们都是个人名义参加，对对对对，像林香之类的，对对对。明年生日会你最资深，完全可以施压后辈，可以穿礼服跳 rumor， 穿洛贝晚礼服可以吗？就如果我有进榜，就当然是可以啊，但是很难，他们都是通常他们都是真的是。就是靠了这个，只做了这个直播台这样，
对，你用个人名参加就可以，没错没错。ランライブイベント日本なら FNS 歌謡祭に出たようなもの、あ、そうなのか、ちょっと違う気もするけど、どういう感じなんだろうね。で、そういう意味じゃんか。ランライエ在台じゃん。就是他们的粉丝，那些很有名的直播主的粉丝，都是真的是疯狂的送礼的那种。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们都怎么赚那么多钱，才可以送那么多。我真的很想知道，还是他们自己本身也有钱，然后家里也有钱，这样的人吗？股票吗？有些是让你的攻读生，哦，是这样吗？让你的攻读生可以送那么多吗？也有可能是富二代之类的，对的，应该是啊。我听过几个都是开公司的老板，哦，也是有，也是确实有些公司老板会，有些公司的人会这样，对，就是拖气氛。可以赚钱的工作多写在刑法里面，有钱人的世界真的很可怕。但相关企业嘛，对啊，但是 Team TP 却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对，之前有的粉丝有问我们，我们的对，有的粉丝问我们说，是不是 Team TP 你们也有这样的人？没有，拜托，他们都是粉丝。我学弟有在玩车，他说参加车友聚会，没有500万以上的车都不敢开。问圣人是不是托吗？你说什么？啊！刚刚有人说你说有人问我说你说什么？原来是因为唱，我终于懂了。就是我刚刚直播的时候就讲话嘛，然后就是有人留言说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想说。我刚刚讲的有那么不清楚吗？这结果原来是这个，我忘记了，对不起。我一开始被以为是托，我不是一开始就没有你，因为你那时候有说哈这样，原来是圣人是什么意思？哦，圣人不是托，好好笑。我忘记是谁问的，就是有人，他也算是甜甜圈，会来我们就是握手会的粉丝，对，只是不常来看我们了，就然后他贴给我就是那个有一个新闻说很多直播组就是狂送礼物的都是他们公司的人这样，对。然后就是小儿子传给我说，是不是你？哎，听说很多直播主都这样，是不是 ？Team TP 也有这样的粉丝？我刚刚说，真觉得好好笑。下次穿个上面写 Luca 好漂亮的衣服。最近还有来吗？偶尔会来。其实我真实身份是。可是你们不是直播，对啊，我们不是直播组啊，真的蛮好笑的。他们会把丢礼物的风气带起来，对对对，我懂。然后这样也就是至少排名可以站前面一点，对对对。如果是托鲁卡会超难过的吧。不会啊，就因为收益都在我这边。没有啊，如果真的是托，然后就是收益都是被公司全额都被公司收掉这样嘛，当然会难过啊。还好至少你有丢那个数字出来，看能不能拿到钱。水多喝一点太小口了，你们周边就很多了，看来我只好承认了。要承认什么？但对你们来说，把钱拿去买升血或是比较实际吧，那还是会被抽，升血会被抽啊。就是我发现都差不
또 나보다 소위 데이 난고 其实我是临时新来丢礼物的，谢谢。没有，哎，不是不是，你说的意思是丢礼？我还以为我搞错 M 先生的意思。其实比例差不多，不会抽才奇怪。一定的白就看那边抽更凶。其实我丢礼物都不用自己的钱。我们直播的其实不会管那个是谁的钱呢、啊。算了，不要乱说话，真的有人以为会真的。哎、欸，对对对，真的，不要乱讲话。我丢礼物也不是用我的钱啊，都是下个月我的钱。我们的粉丝都是很辛苦的赚钱。反正你有拿到钱就好，有啦有啦，谢谢你们。可愛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Yeah. 投資未来的我、跟未来的自己预知、跟未来的自己借、都是未来的我给你。谢谢未来的粉丝。但默默都说不要丢礼物去买生血，因为我其实后来发现生血的配分也没有到非常的高，对。主要原因是这样，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最划算。未来的我说要来打我，我好害怕。应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都是还是会被抽啊。就生日T呢？生日T有，哎，生日T算不错，对。搞不好是个人自己的东西才会比较好，其实我不太知道。我只是把明天的便当变成卢卡的香槟，直接给神秘数字最划算呢、啊、但比握手会高，一定的，只好神秘数字吧。哎，不行不行，你们现在也有硕士成员了，请他研究一下哦。对啊，不知道莉卡什么时候开始开播，哪个划算丢哪边，对，比烂多了。其实我不知道哎、欸，不太知道。其实我没有认真，因为生血针我们是不太知道，你们每个月都指定我多少，对，所以很难，我没办法真的那个判算出来就对了，对。好了，就是钱的事情我们不要讲太多好不好，对对对，我没办法回答。如果以后自己可以在 YT 直播抽的比较少，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是 Twitch 开播，然后直接上面那边写斗内，然后斗内就直接付到银行账号的样子，只是这样就比较没有互动的感觉，对吧？对，只是可以拿，直接可以拿到全额。露卡恭喜两天活动顺利，谢谢！听说你这两天很亮耶，开心，很难预估一个数字出来，不见得会买。换话题，对对，不要再问了。卢卡表示会怕，对。YouTube 也可以哦，真的吗？图其实是另外给 QR code 哦，对对对对对，听说会有互动啊，会跑出音效跟语音哦，真的哦，那很不错哎，直接账号就不会抽，可以打字 Google 小姐会念出来，对，但是就是如果我用这个的话，我可能之后会。谢谢谁谁谁的1000台币，这就是我要讲的那个很明确的数字。哇，谢谢谁谁谁的3万元，哇，好可怕，不觉得就是有一种有一点真的好入口的感觉。会互动就是简讯会寄来，
谁谁还有钱啊？我不是说谁谁谁，不是谁谁，要这么实际吗？听完好想丢啊！我可能十几万，我可能直接爆哭。我谢谢谢谢你们谁谁谁谁的实习会员，好好笑哦。我好想，其实我没什么看，就是 Twitch 或是 YT 的直播，就是用 QR code 这样。我好想看他们的反应。如果什么时候开台跟我说一下。还有不同的 BB 笑死，感觉好好笑，超级抖内财富自由的 CC。CC 今天还没来，可恶！我准备好了，然后几百块的不耐烦，其实几百块的也还是很开心啊。谢谢几百块，我今天变成今天的晚餐的钱哦。看他大额就爆哭，会被剪精华，很有趣。哎，谢谢，哎，谢谢谁谁谁的一百，不会这样啦。哎，那我可以问，那 Live。如果用100的话可以换哪个特效不是特效哪个礼物，也可以设定点歌或跳舞要抖多少啊。对对对对对，我懂，我知道我知道。那几十块呢？几十块就不要，谢谢。不管是多少还是就是心意啦。对，我本来都不懂内土期的，你开台记得跟我说一下，你想看我反应是不是？50连币都买不起了，100台币吗？啊，对啊，告白气球就是100台币，哇，这样就真的有那个感觉。那100用其他单位代替，像一份牛排，了解，好像可以这样讲。如果我收到100块的话，我就说谢谢谁谁谁的牛排。100太烂，没什么能送的，还是用。金辣鸡腿堡当做单位，谢谢谢谢谁谁谁的三个金辣鸡腿堡，啾啾你就100多了，了解。对，但是如果烂 live 的话，可能先被抽多少，然后还被公司抽多少，就是绝对没办法拿到100元这样。对，哇，这样想真的。虽然我在 LINE LIVE 直播的时候，啊，谢谢岁月的啾啾你，虽然完全没有出现。虽然我在 LINE LIVE 直播的时候讲到别的直播台啊，然后别的那个付费方式好像是不太好的事情。对啊，但是对啊，就是也有这样的事情就对了。100台币大概一个告白气球加2个真情告白，了解，你们真的很厉害。你是不是太看了？我刚刚在路上。太累了啦，不行不行，10万可以买多少鸡腿堡？那这边的特效好短哦，啾啾你，啾啾你是你刚刚说100吗？谢谢社员的牛排，10万可能会吃到这辈子不想再吃金辣鸡腿，谢谢社员的金辣鸡腿堡，各平台都有抽吧。对，就是，可是刚刚的 Q 老就不会抽。对，C C 有来耶，C C 没看清楚我的提示，8点，是可能会被赶切，要用英文跟数字。那我刚刚的烟火呢？啊，你刚刚烟火，如果换台币就多少？这样会好怪哦，不行。不要换台币好了。如果换跟食物，可以跟哪个食物？可以用那个钱可以买到什么食物？因为我大概只能买鸡排，是吗？一番可以去北海道，10000可以去北海道。谢谢啊，你的金辣鸡腿堡呢？我根本没下载游戏，要怎么打对？可以吃大饱，谢谢雷军的吃大饱。对啊，900可以吃大饱。我平常吃的吃大饱都是599那种，900可以吃什么？就比好一点的，好像可以吃好一点的，那叫什么？
八百多次大饱啊，对对对，火箭能吃四次乳丝亏，原来这么贵，因为我们收到的就没有那么贵，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付了多少，真的真的谢谢你们，我这样突然觉得，不是我一直都很感谢，但是就是突然有，因为有很明确的数字嘛，就是。突然觉得很可怕火箭没多少吧，什么没多少，昨了晚安一万二，哦我知道火箭一万二左右，对，一万二就可以付一万二可以付什么房租可以租一个房间，突然换成数字，真实感，对，虽然我们拿不到那笔就是那么多钱，但还是很感谢你们花了那么多，对呀、啊、对，666就可以吃一碗吃大饱，一万二我半学期的学费，房租一万二好便宜哦，是吗？那下次有人送我火箭，我就想一下。谢谢吐司送我半学期的学费。火箭，你的那个很喜欢的鞋子可以买五双。谢谢送我五双 New Balance。台北房租一万二算正常吧？如果单人房的话，我的学费好贵，我的学费之前一学期。60000算是贵吗？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学校不知道为什么学杂费超贵，但我是外国人，就算是成绩对，然后就不能，也不能，就是不能拿到奖学金，可恶，你这个不会让我不想丢礼物了 对哈、哦、对，不行，我们不那我们还是不能讲很真实的数字，我怕大家都不会送我礼物了，这样小心粉丝会走心。突然觉得啊、哦，我在干嘛？我为什么我把半学期的学费给刘家？希望你们不要这样想，我真的很感动。我之前学费大概30000，私立学校差不多哦，了解。火箭可以玩300秒，数字一说出来真的会丢不出去。好好好好，那我们还要讲，还是就是说食物好不好？食物好了，牛排，你的牛排怎么飞出去了？你的牛排很快就消失了，怎么会？今年本来就没有打算再丢礼物。哎，不是啊，你的牛排不是这个。你的牛排是这个吗？吃到饱数数钱。今天本来就没有打算再丢礼物。手环按到火箭，我的学费一万二。谁今天要生日？谁今天生日？有一种价位的牛排都哦，对了对了，牛排从100到。就是1000多都有了，对对对，确实。啾啾，你可以吃小火锅，谢谢荣哥的啾啾你，谢谢荣哥的小火锅。我的口袋都会丢火箭了，太是不小心按到是不是？谢谢小火锅，要不要这么真实？送个夜市牛排，谢谢。现在是我觉得这个很棒，现在想想半价火箭的差异，还是很开心啊。不管是牛排，不管是夜市的牛排啊，或是秋肉丝牛排都很开心。口袋太深，动不动就火箭，羡慕能丢火箭，对呀、啊。虽然是小辣椒的那个粉丝真的太可怕了。110台币，呼，可以，110万可以买什么？
车子可以买吗？以前有粉丝叫牛排，不过他真的消失了。我也不知道上次在谈吉喝的时候，竟拿出来发现，啊，我的秋露水不是秋露水，等一下，芦丝葵，对不起，讲错，芦丝葵。买一台车了，哇，一台车。下次卢卡开台就问卢卡今天想吃什么呢？小雨车都能问能买了，车子。还好啦，我在 TV 的花费都可以买两台车了，谢谢你们啦，真的真的很谢谢你们，有你们支持我才可以好好的当偶像。我想一下这几天还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再想起来的事情好不好，就换一下话题。卢卡今天想吃喜欢家吗？你要麻油饭，麻油饭还是小碗牛？哦，前阵子吃麻油饭，我记得蛮好吃的。对，但我今天晚餐是吃明太子意大利面，对，加上自己做的自己炒的鸡胸肉。对，今年迈向第三台车了。哎，可是你握手券没有买到，所以，啊。很讨厌官网帮我算累积金额花费，多办几个账号就可以了。110万，我要赚20年才有。嗯，炸的吗？不是，煎的。他省很多钱哎，握手券。对呀，这次有买到握手券的粉丝真的很少。我可以拿握手券的钱去买别的东西送你哦，这样其实也不错啦。但我不知道握手会不是握手会 CD 之后可能会补货，对，所以就是大家目前没有买到的不要太难过。对，他都花在宠物岛了啊，对，宠物岛我又收到大家的礼物，但是我还没那个马哈拉贾他们送的礼物券我还没换呢，我想说要不要等到新的牛蛋出来之后再换，蛋赚最多的坚果是还是搞得不怎样。如果真的买不到握手券，我年底买手机就可以升级。会吗？不惑了解，那我就放心。有可能啊，不然我们都办了握手会了，然后什么都不卖。嗯啊，但是如果到时候没有补货，也不要骂我。对啊，我相信公司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就先不要那么担心。对，对，我也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会变最后怎么样。因为换券会放到过期，你跟我讲，有可能到货了来不及填。也是有可能，但就先不要太难过，就是因为握手会就还没开始还不能开，对，重新，目前连开放都还没开放嘛，对吧？对，没关系，骂雷军就好，干嘛骂他？握手会开这么多步，结果才这数量，希望能补货。但我相信我们公司不可能这样就不卖了，对。期待越大，失望越高，没事的。契丹都还没正式开卖，对啊，就还没开卖嘛，所以开卖前可能会有新的公告啊什么的，就不要太难过，对。凯秋，这是要填入凯一步了吗？看你那么担心，等你哦。希望新组的观澜有货，但我怕雨冠跟我抢。距离七单发售还有5天，我们是7天，是不是？卢卡一步填个一张应该没问题。我在夜排新组观澜，卢卡倒数影片很可爱。那时候我真的，那时候是晚上的凌晨12点多。对，新组还有我会抢。
青云要强加油，没关系，鹿卡应该还有下一次握手会吧？有啦，该不会我有机会去找鹿卡了？大叔，你骗鹿卡超级可爱，开心。我负责东区的观澜，谢谢。寝落ちする前に言っとこう。楽しい週末ありがとう。明日から仕事を頑張れ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私もハジさんに会えて嬉しかったです。頑張って。頑張ってじゃない、ごめんなさい。お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公司还会办吧？嗯，这里好多新主人，倒数影片好听。卢卡帮我们什么监督、监督公司？我以为新主只有我一个粉丝，怎么可能？啊，但是可能只有一个甜甜圈、啊，我不是粉丝吗？你是粉丝啊？哎，吕冠是新主人吗？哎？还是他搬来的，是不是快两个小时了？对，剩四分钟。卢卡，新しい会社祝日は絶対休みって言ってた。あ、本当？いいじゃん。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かな。旅馆在新竹上班，真的？哎，我第一次知道哎，就是卢卡帮我们说出粉丝最 CD 的歌。只有我是土生土长新主人，十亿哎，我真的不知道，对不起旅馆，结果不小心就开两个小时，辛苦了 ，Among Us 去，谢谢你们啦，哟，谢谢你们，旅馆对不起，我知道你生日是几月几号，你不要太难过，对，4月3号对不对？对，不要走心，拜托，我上次讲错了，所以就是。直播结束后我就赶快去记了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两边上班就没那么重要嘛，生日比较重要哇，等一下直播结束就要瞬间变成省电模式了，对鱼冠明明跟我说他走心了，是吗？你心到了，在。啊，我怎么今天有看到鱼冠？是不是有些人在？如果可以省电模式几天？你说什么？哈？省电模式几天了？嗯，我可以天天都省电模式，但是通常是工作前跟工作后我会省电模式，不然我在台上没什么力气。我今天穿着卢凤 T， 如果可以夸奖我吗？很棒，你看很棒，是不是穿卢凤 T 去看地下？是吗？今天是晨晨生日，没错。旅馆今天在哪里呢？嗯，不用问就知道了，一定是地下。那我农历生日是什么时候呢？不知道，对不起。什么时候啦？我直接是跟，是不是跟雷军一样？是吗？只能说女人的直觉真准，没有啦，是你们，是我太了解你们而已。我刚刚去拍米娜灯箱哦，在哪里？我农历12月12号跟雷军同一天啊、哦！对对对，我没记错。小奥觉得很扯，你们为什么农历生日是同天？你既然记得我跟他一样，就觉得很神奇、啊。我是乖宝宝，爸爸一早就去找卢卡。有看到你的那个摄影机。很多人说你的鹿凤 T 好看耶，我是说路人说的哦，是吗？开心。米娜灯箱在小巨蛋，好。我昨天也很乖，有看到你啊，你在后面这样看，是不是挡到很多人？但我有看到你，你跟冠宇在那边这样，在雷军的年龄就会被发现耶，不用算了啦。会吗？也有可能跟你同岁啊，对吧？
美君跟我差三人，十二月生肖，本名被公开的年龄要被公开了吗？大家不用不用去算了，没关系。好啦，我要念版了，大家。礼拜六的时候，甜甜圈站一排直线，超级好笑。原来我老了，那要查万年历。我要念版，今天的第前十名是谁呢？今天的第十名是杜洋洋，谢谢杜洋洋。第九名是哈先生，谢谢哈先生。第八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七名是盛元，谢谢盛元。第六名是妮妮，谢谢妮妮。第五名是 Plus， 谢谢 Plus。然后第四名是龙哥，谢谢龙哥。第三名是抖 M 先生，谢谢抖 M 先生。然后第二名是 Lekun， 谢谢 Lekun。第一名是强哥，谢谢强哥，强哥，谢谢。我想一下哦，这样，我想一下。等等。谢谢强哥的海鲜吃大堡，对吧？他那个价格应该可以吃海鲜吃大堡。是说今天露卡的女粉加一了，恭喜，很棒，很开心。居然是在算这个，没有没有，就是因为刚刚就是雷军说，那个烟火就可以吃。可以吃吃大堡，对不对？所以想说，那9000多可以吃啊、哦，那就海鲜。我不知道，露卡喜欢吃海鲜吗？喜欢呢。今天几个女粉找你签名？两个，对，应该是两个。听到海鲜吃大堡就出现了强哥，好多、哦。对，就是跟之前的比，我就是比起我的粉丝比起来，就真的变多了。不过看你很少吃海鲜，那是因为呢，那是因为海鲜都很贵，肉比较便宜，我买不到海鲜。当然我也很想吃鹅啊，好想吃啥那个寿司啊什么的，海鲜太贵，对啊。就是买不到呗，哭了，这不讲一点。对啊，我其实比起鱼，不是，比起肉比较喜欢吃鱼，就是比较喜欢吃生的鱼，就是寿司，对，就是吃不到，就很贵。我不是很少，我不是不太喜欢吃，所以很少吃，就是真的买不到。平时公司有便当，我都点鱼的。啊，可是便当的鱼的话，就看一下，对，就有些鱼就可能太咸，或是对，我就是喜欢生的鱼而已，应该说我喜欢吃沙西米跟寿司就对了，好，还有鹅啊，对，鹅啊的话我喜欢，就算是煮的或是烤的，生的太危险，对，反正都很喜欢。新鲜的鱼很贵，对。好，下次送礼物你就用海鲜来命名。我明天或是下礼拜日公演结束后一定要去吃寿司，不然我会死掉。想说我这么努力了，想吃好一点的东西，虽然我只能吃那种连锁店的寿司。明日公演違います。明日公演だったら死ぬ。私が死ぬ。来週の金曜日と日曜日です。そう。啊，连续三天三元节日，我已经好感动，不是好感动，就已经很放松了，所以今天特别的嗨。日本人平常会常吃寿司吗？就很多人会喜欢吃，我常常听到台湾人有些人就不喜欢用生吃鱼。おやすみ、また公園で、ありがとう。对，但是我很少在日本听不吃生鱼的人。
吃寿司都吃几盘呢？我其实可以吃十盘，但是我几乎都点七盘左右就结束。对，然后没有点到，应该不会点七盘，六盘左右。对，就省钱嘛。对啊，我就没办法生吃鱼，吃过几次都没办法习惯。了解。生鱼怕有寄生虫，有些真的会有，所以要小心。石盘蛮厉害，就是因为真的很喜欢。有算甜点吗？对，有算甜点。好啦好啦，就寿司其实也没有很多，就这样而已。那你去旋转寿司会点甜点吗？我之前有点过啊。对，就，但是通常不太会点。有吃过单点的高级寿司吗？有，我有吃过，人生中有一次。但是那个算是寿司店吗？我忘记是不是寿司店，但是就是单点的那种。我那时候有吃到那个深海鱼。私厨吗？不太确定。好了，算了算了，就只有人生中只有一次而已。好了，就先这样。大家晚安，拜拜。之前看节目，日币高级寿司店要先预约啊，对对，就是一定要预约的，然后每一天只能进几个人的那种店。我有在高级的寿司店看别人吃，然后我都没吃过。辛苦了，好好休息。你们也是，好好休息。我今天终于可以熬夜了。没有没有没有，终于可以就休息。今天不要玩啊，梦格少了，大家早点休息好不好？对，明天上班加油。好啦，拜拜。晚安。好了，拜拜，晚安。